2018 was a year of mixed fortunes for Wang Yiyu and Huang Dongping. The world number twos featured in six finals, but only came out on top on one occasion. That year and win in Guangzhou, though, set the tone for 2019, as the Chinese improved their record in finals this season to 4 wins and 2 losses. Success did not come overnight for Wang or Huang. After years of experimenting and trying out different partnerships, the 24-year-olds came together in October 2016. 6 months later, they won the China Masters, followed by the Japan Open. 之前我们可能各自俩都是有女双、男双的主项偏在那边，因为那时候我们也还年轻嘛，队伍可能给我们一些更多的选择，然后去尝试不同的搭档，然后多去锻炼嘛，因为可能那时候比赛不能打得很多，有可能一两轮就输了，然后之后到我们再重新搭档，队伍可能有一些新老交替，混在混双上面可能有一些人手的缺失啊，怎么样，所以我们俩重新搭档起来，其实 一直到现在效果其实我觉得还是不错吧，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其实艰苦都是正常的吧，我觉得能打到现在也挺不容易的。因为之前都有各自的男女双，所以在搭档就换搭档这个，因为一直在磨合嘛，然后一直在找就适合我们自己的那个配对，所以我觉得还年轻嘛，难免就是会遇到这些困难啊什么，这很正常。你看后面不就遇到对的人吗？ 那个冠军确实对我们来说意义不一样嘛。第一个大师赛是我们的第一个冠军搭档以来，然后在日本公开赛是我们的第一个超级赛冠军。可能这两个冠军拿下来之后，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些信心啊，对教练组的一些信心啊，能让我们更稳定的配在一起的一些因素吧。就是我觉得这两个冠军可能不是分量最重的，但是是对我们意义很大的两个。日本公开赛那一站，我觉得 确实是我们一个转折点，就可能内战拿完冠军以后，可能在教练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内心中会觉得更坚定了，或者是更有信心了。可能我们两个的打法风格也是比较就是热血，或者是拼的比较凶那种，比较有激情的。所以难免在激情的时候会有一些啊，比如失误啊，或者是怎么样。 这个表情啊，会比较丰富，然后加上两个人又很喜欢讲话，然后就会经常会有一些沟通嘛。我觉得，算是我们的自己的风格吧，所以我们的打法风格这样。我其实场外还是比较，可能跟好认识的朋友、好的朋友比较热闹，但是我是不太喜欢，就是接近陌生人啊，或者接近不那种不熟的人，其实比较还是比较近的吧，场外。 我觉得差不多吧，场内的反映出来的东西其实跟生活上其实差不多，可能场内会更在乎一点，然后生活上比较会稍微就是没那么在乎，就有一点这种区别。对，其实其他都差不多。